欢迎收看《爱家好生活》，教你聪明简单过生活。我是爱江。许多为人子女者都有一个同样的烦恼，就是家里的老爸、老妈、阿公、阿嬷到底要如何吃才能吃得健康呢？尤其是患有慢性病的长辈，他们又该如何正确的饮食呢？今天节目很开心邀请到专业的营养师来跟我们分享正确的饮食观念哦。来欢迎今天的爱家好朋友。欢迎心怡营养师。爱家好，爱家好生活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癌症基金会营养师心怡。 Hello， 欢迎你。今天哦，就是要请心怡来跟大家聊一聊，到底我们银发族的朋友他们的正确的饮食观念有哪一些。但是在聊这个之前，是不是先请我们营养师先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现在银发族的饮食这么的重要，是不是跟我们整个社会心态的改变有关？没有错，因为其实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世界卫生组织，它 WHO 的一个老化跟老年社会的一个定义。那其实老化社会的定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它只要占全国人口比例达7%以上，它就称之为老化社会。那如果达14%以上的话，就会进入老年社会，也就是我们知道的超高龄社会。那以往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日本啊，很多老年人家啊，他们其实是属于超高龄的老年社会。其实我们台湾也慢慢的步上他们的不遑多让，而且好像速度也爬升得非常之快，对不对？对，没有错。根据我们内政部的一个统计研究下去发现到说，在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台湾就会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就是所谓的老年社会。尤其呢，到2060年的时候呢，我们会超过日本。我们的速度是直线的攀升，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名啊！是，怎么会老化得这么快？对，因为好可怕哦。对，这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了。是，没有错。所以就很多健康饮食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更重视。对，尤其跟老年人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表，什么就是老化指数的部分。那其实老化指数呢，它其实是代表的是说，它在100个人里面，65岁以上的人跟14岁以下的人下去做一个比例上面的比较。那如果说你今天指数越高的话，表示你这个社会人口老化的指数越严重。老化就老人撸贼啦。对。所以我们台湾其实在2017年，就是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老人就已经追过年轻人，所以我们已经开始步入老化，100%。对。所以而且加上现在生育率那么的低，是没有错，所以更加速了我们老化的速度。对，没有错。哇，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个哇更可怕的一个指数咯，这个是不是请心怡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的 BMI 啊，我们正常的 BMI 值是在台湾定在18.5到23.9之间。好，那其实这是有一个统计的，就是在18.5到24之间，所有人的死亡率都是最低的。可是就是一个标准的范围内。对，没有错。那但是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以这边是 normal， 就是正常值来看，这边是标准一。那不论您是哪一个年龄层，只要是肥胖的人的话，其实呢他们的死亡率可能都会偏高。对，甚至达到2.6倍。可是我们看这个老人的部分，大概他都只低于1.5倍，大概1.28、1.26这样左右在跳。可是呢，我们如果把它看在过瘦的地方，就是营养不良的区块的话，其实老人的死亡率反而是比这边的1.28、1.26还要来得高，高到1.5倍以上。对，所以其实这张图表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其实老年人我们不要只是在一直强调他要减肥啊，怕会有糖尿病或是高血压一些慢性疾病的影响，一直强调老人要减肥，其实肌少症对于老年人家或是营养不良对于老年人家的那个死亡率影响更大。肌少症这是什么意思？肌少症其实我们不乏可以看到，就是说
很多老年人家几乎他们没有什么四肢的肌肉，可是其实我们要知道四肢的肌肉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其实它表示的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整体的营养状况，那再者就是说它也可以跟你的一些免疫啊还有你的健康状态会有关系。那老年人家其实很常看到的就是说它都是皮包骨对，所以他们的皮下的肌肉层其实是很少的，尤其是四肢。那其实对于老年人家，他们的一个死亡风险也相对会提高。那这是我们台湾的一个调查的研究，他大概找了1512名的老年人家，那他大概帮他们做一个肌肉量下去分成四群，那可以发现的就是说，我们的纵轴是存活率，好，然后呢，我们可以发现到的就是说。我们肌肉量越少，就是这一群红色线的这一群，它是属于肌肉量最少的老年人，它的存活的几率会随着时间拉长慢慢的降低，而其他它反而还不会，它的比例大概会大于他们的两倍，也就是说他们会死得比他们早，对，所以真的肌肉反而很重要，是没有错，对不对？哇，那可是老年人他的肌肉，那如何让自己变得？有肌肉吗？可以这样讲吗？其实我们或是维持，其实我们就是一再的鼓励他，从年轻的时候就是要运动，到老的时候还是不。还是可以的话，体力上面许可的话，还是要出去走动运动，维持自己的一个体力状态。那至少你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啊，你的那个四肢小腿的肌肉，就比较不会流失。对。目前常看到这些银发族长辈，他们的饮食的状态通常会有哪一些？状况，因为银发族他们可能会常常受限于一些饮食的迷思啊，比如说他们可能会知道说什么海散熊贵豆啊，不好不要吃啊，那或者是要忌一些比较燥热的啊，熊色的啊，熊生的熊甜的，因为可能牙口不好，对，都不敢吃。那他反而对于一些可能白米饭这种比较精致、好嚼食、好咀嚼的这些食物，或者是。爱甲导入啊，酱骨啊，这种烤比较淡的，对，他们会比较喜欢吃。那再者就是一些老年人家，他们可能会去听一些地下电台，然后吃一些来路不明的一些保健食品，其实对他的身体来说，不但可能没有帮助到，反而还会增加他的负担。哇，的确，这边有写到，他们其实有一些传统的观念，可是可能一直改不过来，所以也会造成他饮食上面的一个比较偏激，或者是有点像偏食了，对不对？是，就可能会导致于他的营养是不均衡的。对。还有一个观念，我们常听到就是会吃剩菜剩饭，或者隔夜菜。是，这是不是也都很常见？对啊，这个都还蛮常见的。像我自己家里的老年人来说，他们就会习惯说我只挑软的食物吃。那其他一些可能猪肉啊，这些牛肉啊，这些可能比较高营养一点的食物他就不吃了，因为他咬不动。那再来就是老年人家那种比较轻巧的习惯，对，这个好习惯，所以会让他们就是一道菜腾贵过来改，一直在夹，腾成烫到最后营养素都不见了，那他还在持续的在吃，这其实对老年人家不太好。对。那像我们以上刚刚讲的这些状况，经常会导致到他们身体会出现哪一些警讯啊？大概可以这样分析哈，就是老年人家如果说他今天喜欢挑一些比较软的好嚼食的食物，那他可能就会导致于他的精致淀粉类的食物摄取过多，那因为老年人家现在有很多糖尿病患嘛，那这些糖尿病患其实反而要限制他这些精致类的食物的摄取，那鼓励他多去摄取全谷类的，就是一些糙米啊、燕麦这些，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他们肉类摄取量不足，所以对于他们有一些微量元素，譬如说铁啊、锌啊、然后硒啊这些镁啊这些矿物质，可能都会摄取不够。那再者就是因为我们东方人的关系，就是随着年纪增加，我们肠胃道里面的乳糖酶会越来越少，那这个乳糖酶越来越少，就会导致于我们喝鲜奶的时候容易拉肚子。那老年人家就不爱喝鲜奶，因为会跑厕所不方便，
可是其实鲜奶里面有很多的钙质跟维生素 D3、嗯、那这个钙质跟维生素 D3 在营养学的研究里面流行病学的研究里面有逐渐发现到这些钙跟维生素 D3 它跟一些慢性疾病的预防还有癌症的预防其实是有相关的、嗯、但是可能老年人家对于这一块的摄取量比较少、嗯、而导致于它的营养可能没办法摄取到足够，这些慢性疾病比较容易早上升。如果他有一个乳糖不耐的状况，就是喝了鲜奶他会拉肚子、嗯、我们可以就变成变相鼓励他、嗯、他可以选择优格啊或者是 cheese 这一类的东西、哦、那或者是说像是一些美式大卖场他们就会有出一些无乳糖的鲜乳、嗯、那这些对于老年人家就是一个选择。哦，的确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啊，我吃过一次拉肚子然后就再也不碰了，对对对，然后就不会说想说哎、啊，透过其他的方式也可以同样达到可以补充的效果，是没有错。那其实他们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营养素的缺乏，他们可以靠维他命来补充吗？其实我们会比较建议的是如果老年人家因为他有挑食的习惯或者是他有饮食上面的偏好、嗯、那就会像我们今天有特地准备了一个粥，这个粥里面我就特地把他平常不爱吃的譬如说一些燕麦类的东西把它煮得比较软一点，但它我们可以用一些小技巧，譬如说你在前一天就把它取出来加一点水冰冷冻，那这个时候呢它淀粉的结构会受到破坏，你隔天在烹煮的时候时间会缩短，而且会软得比较快，而且会特别软、哦、那你也不用一起过碟造型，就是花很多的时间一直在那边煮这一个东西。那再者就是呢，我把一些老年人家可能比较不爱吃的一些肉类的东西，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比如说食物软化剂啊，或是用一些天然的食材、嗯、凤梨啊、奇异果、味噌这些东西，它就可以提前让我们的肉类的蛋白质软化，那老年人家在咀嚼起来负担就不会那么的大。你刚刚讲到一个软化剂，这个是另外去加的东西吗？对，它是一个日本的技术，因为其实日本对于老年人的一个照护上面，在营养照护上面其实已经发展了很多年、嗯、那所以他们在这一块其实发展的也蛮成熟的、嗯、那对于老年人家的一个饮食的一个品质啊，我们可能不在他们可能不再只是强调色香味，他的甚至连形态啊吃起来的感觉他都要照顾到，所以就会研发了一个食物软化剂的这个东西、哦、那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在我们烹饪之前先把食物跟那个食物软化剂以一定的比例先泡制过、嗯、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嗯、对，然后取出来擦干然后下去腌制，腌制过后就可以下去烹调了。哦，像今天心仪有特别带来这两盘肉，哎，它有什么不一样呢？两个其实都有腌过味噌，那其中有一个我有腌了一个食材软化剂，就是这个食物软化剂的部分、嗯、所以它吃起来的部分会比那个味噌的更，就是那个筋度不会那么的高，它咀嚼起来会更方便、嗯、对、哦，甚至是如果说它没有牙齿或是没什么牙齿也都 OK 吗？也是都 OK 的、哦、像我们的凤梨啊奇异果它就会有所限制，它就没办法去软化这些蔬菜、嗯、像我们知道玉米笋啊红萝卜这种营养价值都很高，可是像因为奇异果跟凤梨它们都是属于蛋白质分解酶、嗯、所以它们只会针对肉类有效、嗯、对蔬菜反而就没有效，那这个时候蔬菜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些食物软化剂来搭配使用、哦、对。可是像这个软化剂它加了之后会不会有其他的改变它的味道？其实不会耶，我就是试了很多遍、嗯、都没有改变，这就是它厉害的地方、哦的嗯、可是那像这种东西我们一般好买吗？其实、嗯、只要在我们一些有贩售一些老年人的一些药局、嗯、它其实通常是可以买得到的。哦，对，所以就是如果家里有老人家牙口不好的、嗯、甚至他根本就不想吃肉那还要咀嚼、嗯、那就可以尝试看看用食物软化剂来调和一下他的料理的方式。对对对对。那另外一个是你今天准备的粥的部分是、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哦、我今天准备的这个粥的部分啊，其实我就是把许多老年人家可能他们会有所顾忌的、嗯、但是可能味道其实是很香的、嗯、就像譬如说红萝卜跟南瓜，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味道天然的味道比较强烈的、嗯、那里头还有放了洋葱，那这些都是可能让老年人家他们吃起来味觉会比较够、嗯、它不会因为口水的分泌量变少了
或者是说他的味蕾变得比较钝化了，吃东西都没什么感觉，那这个时候南瓜红萝卜里面的维生素 A 其实就会有让他在味蕾还有他的口腔的一个复原的部分，味道复原的部分。那再者是海鲜的部分，其实我一直以来其实都还蛮提倡给老年人家吃的，因为就像刚刚说的，我们老年人家或许他不见得他一定会去选择鲜乳，可是呢，这些鲜乳的好处，其实在海鲜里面少部分可以替代过去。像海鲜里面就会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D3。然后蔬菜类，我们选择深色的蔬菜，或是像我今天准备的是海带芽，它就是很丰富的钙。那再者，海鲜里面又有我们所熟知的 Omega 3的这个脂肪酸，那其实这个脂肪酸对于我们老人家的一些慢性疾病啊的一些还有抗慢性发炎反应啊，其实就有不错的效果。那再者，海鲜又是属于优质蛋白质，那对于老年人家的肌肉的维持是很有帮助的。那其实我们应该要有正确的饮食观念，这边也有一个图，我们这个扇形的图里面一共有分为六个区块，就是我们所谓的六大类食物。那它跟我们成年人跟我们的青少年一样，我们就是六大类食物都要均衡的去吃，只是我们要用一些方法让老年人家可以吃得下去。就像水果的部分，水果我们或许没办法帮他挑一些太硬的，像凤梨可能纤维会比较多，对，那这个时候不乏可以帮他打成汁，打成跟蔬菜一起打成蔬果汁下去饮用。那蔬菜的部分，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可能是根茎类，它经过烹煮过后它会比较容易软化炖过。那蔬菜的话就尽可能挑一些叶面比较大的蔬菜，叶面比较大，像菠菜啊，它会比较叶面比较大，叶子的地方梗会比较纤维会比较少哦，那老年人家会比较好咀嚼哦。对，那我有一个问题，那像现在的水果都这么甜啊，人家说你全部都打成果汁，反而糖分的摄取会太过多，会不会？其实是这样的，我们打成蔬果汁啊，我们的水果这边可以看到，它还是有限制份数的。哦，你不能喝太多。对。那当然，我们还是提倡以当季的水果为主，因为其实台湾的农业太厉害，不管哪一季，它的水果都很甜。对啊，可是就是还是以当季的水果最好。那就是我们分量的部分要控制一下。是，对，像我们银发族常常会造成他们这些种种的饮食的问题，都是来自于他们生理的一些变化嘛。对，没有错。那这边也整理了主要有四个状况。第一个状况就是老年人家可能他们牙齿的关系，然后常常会有一些咀嚼不良的一个状态。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在饮食上面，其实我们可以用炖煮的方式，那就可以让食物软化一些。那或者是说可以用腌制，就是譬如说用味噌啊，用凤梨啊，奇异果啊，或是你可以买一些市售的商业配方，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快速把你的这些食物给软化，那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老年人家可以吃得下去。那再者，我们在烹饪之前，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小方法可以改变这些食物的质地，譬如说我可以先过拍过肉吗？肉过拍，或是说我可以把它变成泥状的，就是我们有点在吃鸡茸的感觉，鸡茸玉米浓汤的鸡茸的感觉。总之就是要小小口，对，好入口，没有错。是，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鼓励我们的老年人家可以一点一点的把食物吃下去了。那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我们老年人的味觉会改变。对，没有错。他味觉改变，其实会跟他生理的关系啊，生理老年人的关系有影响有关。那这个时候他在吃任何的食物呢，他都会觉得北加不味，无啥物，无煮不味。对，要不然就是口口。那所以我们可能在他用餐前呢，我们可以让他喝一些茶叶水，或是先让他刷刷牙，或是用一些柠檬水让他漱漱口。那吃饱饭后可以让他吃一些水果，那这个时候他嘴巴的味道就会改变。那他的味，他就是嘴巴味道改变，他也会不会觉得说吃任何食物味道都很怪。那再者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食材，它本身天然的味道就很重的。那譬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带酸味的番茄啦，那或是一些中药材，譬如说什么八角，我们在卤一些食材的时候八角，那我们就可以搭配这些天然的食材的强烈的味道，去刺激老年人家的一个味觉，就让他吃得下。那再者就是我们可以让鼓励老年人家多吃一些海鲜，海鲜里面的锌啊，这些锌其实是活化你的味觉的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哦，是哦，对，没有错，对啊，所以就是海鲜的部分其实
不乏就是可以放在你的餐点当中，提供给老年人家去摄取、去补充这样。好，那我们还有第三点，胀气。胀气其实很多老年人家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年纪大了，所以他们的肠蠕动会变得比较慢。那这个时候他很容易就是吃一点点，他就会觉得饱。那或是他的肠道可能会对一些食物特别的敏感，就譬如说可能喝豆浆，他就会跟你喊说巴豆肚肚啊，碰红碰红。那这个时候可能一些黄豆类的食物，它原本就是比较容易产气的食物，那我们就会建议他可以选择是豆花啦、嫩豆腐啊这一类的食物，因为它经过烹调过了，所以它的那个皂素变得比较少，那所以它还会比较不容易，就是比较不会胀气啦。那再来就是一些容易产气的食物啊，譬如说高丽菜、十字花科类的蔬菜，是地瓜、青花菜那个都不行。对对对，嘿，是地瓜啊、藕啊，那还有一些譬如说洋葱，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容易会产气的食物。那如果说老年人家吃了这一类的东西，他有跟你反应，他会胀气，那或许下一次就是先减少他吃这一类食物的次数。对，那或者是您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把它 mix 进去你的粥里面、你的汤里面。其实这样老年人家他第一个吃的量不多，但是他可以吃得到这食物的营养，再来他胀气的情况也不会那么的明显。所以其实也是要对症下药的。对对对，没有错。每个老年人的状况不一样，对，我们吃的东西就要有所调整。没有错。那还有一个常见的就是便秘。对，美孙是啊，因为其实这个跟老年人家他们不爱吃蔬果有关系。那因为再者是老年人家他们会觉得白开水没味道，但其实这些蔬菜水果里面的纤维啊，然后它其实是可以促进我们肠道蠕动的，但是它要促进肠道蠕动，它一定要有水分的搭配。那老年人家纤维吃的不够，水也喝的不够，所以它就很容易会有便秘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的蔬菜的部分啊，就是变成说可以把它剁碎小一点，那或者是说呢，我们可以让它补充一些优酪乳，那里面可以加一些加一些膳食纤维粉，或是有一些麸质。这种麸质粉，那可以让老年人家就用喝的方式，他就可以补充到膳食纤维。那再者就是说，他也像刚刚爱讲您提到的蔬果汁，这个也是一种方法，只是就不要过杂。如果说有在吃补的老年人家，我们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其实吃补的话，其实我觉得如果说这些中药材是有经过中医师下去特别调配过的，有依据这个老年人的一个身体的状况下去调配的，其实这个我们不会去禁止啊。那只是怕老年人家去服用很多莫名的中草药。那这些中草药其实在我们的临床上面有研究过，就是它其实跟我们慢性肾脏病是有关的，那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这个区块而已，没有办法代谢。对，因为其实它会有一个马兜铃酸，它其实这个毒素对我们肾脏的损伤是很严重的。对，那其实很多老年人家如果他可能去吃了这些中草药，或是他可能买到一些是含有类固醇的一些欧野丸啊，那这些东西其实对他的免疫也会有影响。那当他今天可能在不舒服的状态下，或是重症的状态之下，他自己身体的免疫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抵御这些他目前他身体的状况的。所以像老人家他的饮食状况，如果可以透过自我评估的话，或者是家人帮他评估，是不是会更好？其实没有错，对啊。那其实我觉得，可能如果你要细部的去评估说他营养吃的均不均衡，这或许对家人或是对老年人家自己来说会有点困难。但如果他今天有发现到他吃的食量是比以往来的更少了，那或者是说他的便便有一点状况了，都上不出来，两三天了都还上不出来，那或者是说他可能在咀嚼上面有一点状况了，这个时候他就必须要赶快提出来跟家里面的人讨论，看看是不是我们要去医院让我们的医师啊，或是营养师啊，或是有其他的一些复健师啊，要去评估一下我们可以做什么样，在饮食上面可以做什么样的改变。对，所以其实要随时注意我们的阿公阿嬷们，我们这些年长者他们的身体状况还有饮食的注意这样子。那最后是不是也还是请我们心仪再跟我们观众朋友叮咛一下，究竟我们家里如果有阿公阿嬷的，我们要怎么初步的给他饮食上的建议呢？好，那其实阿公阿嬷来说的话，
我们还是以建议以天然的食材为主哦。那所以六大类的食物一定要摄取均衡，好、嗯哦，一定都要吃到。那再者呢，水分、运动绝对不可以少。运动，老、人家可能好像运动都比较缺，就出去散散步啊，饭后出去散散步，你也帮助消化，体力上面也有训练到，对，那你也不会常常觉得肚子胀胀的。嗯，就散散步就可以了，不用去练肌肉，不用。对 ，OK。那再者就是这些保健食品啊，或者是一些什么营养品的部分，这个不是必须要的，我们要视状况来买、来使用。但如果说您可以在使用之前先经过营养师的咨询啊，或是医师的建议，会是最好的。对，那再者就是说，老人家可能在他一些牙口啊，或是一些生理状态上面的改变，会导致于他在饮食制备上面，就是我们说的烹饪上面会稍稍麻烦一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搭配一些小配补，譬如说刚刚有分享到，蛋白质你就可以用一些奇异果啊、凤梨或是一些食物软化剂来缩减你这个制备的过程啦、那家里面的人也不会那么累，那老人的饮食也吃得很有品质，这样。对，我觉得吃得很有品质，这个蛮重要的。对，而且健康是生活品质的基本要素。是，那当然我们要健康，就是要有足够的营养。对，没有错。那也就是尽量建议大家选择天然的食物，然后饮食均衡。对，我们就可以拥有健康快乐的人生哦。没有错。谢谢心仪的分享，不用客气，谢谢爱讲，谢谢大家。爱家好生活，我们下次见喽，谢谢，拜拜。